祸害亲戚们唱，祸害亲戚热血红，方遒主将进隆冬，黄山千色交杯，燕少有能做归雄。这几个小家伙穿的有点意思，谁家有喜事啊？谁是营外的道路立刻封锁，没有特别的号牌谁也不许通过，把手放在门口。钱水军属下最忙的一点是嘚瑟，无忙嘛。吴建总又有事儿做了？对啊，别那么早，慢慢来，对不对？梁头目，赶快带着你的这两个货离开这里，一会儿中堂大人到了，要是看到他们，会影响到情绪的。啊？邓大人。谁呀？气质跟我有点像，挺硬啊。啊？谁呀？这是？不知道了吧？这位就是志远号鼎鼎大名的管带邓世昌，邓大人。看到了吗？大人们都已经到了，你们还不快走？我告诉你们啊。一会儿李鸿章李中堂就要到了，知道中堂大人多大的官吗？说出来会吓死你。走，李叔要到了。说出来吓死他，吓不死他我。这是，军们。中堂大人要来的消息整个水师营都知道了，邓世昌林太增等各舰的管带更是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呀、啊、各舰的管带都说就等着中堂大人来向他禀报呢，每个舰上的设备需要进口更新，另外各舰的进口开花弹也剩不多了。那也不能中堂大人一来了就让他听诉苦的声音啊，别说是中堂大人了，就是一般的客人来了，也没有一来就听埋怨的呀。这以后他还敢来吗？你告诉大家，我不让大家发言，谁也不许出声啊！可是这，军们，大家平时要见到中堂大人一面，不容易啊。你没在他那个位置，不知道他的难处啊。人一生下来就会哭，可见埋怨是多容易啊。可是要是活到现在遇到不开心还是哭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走。嗯，这是上次让先弟兄们闹都撵走了吧？不是秃子，你这个做大哥的得好好反省反省。你说你们的人要都像我这么文文静静的，能被轰出去吗？我都不做大哥好几天了，我都不。那你文静，你叫李文静得了呗。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，一点也不比迎接李大人动静小，对不对？对。敲啊，闹啊，娶媳妇呢？啊！李中堂李大人今天要来视察，你们闹什么呀？
动静搞得比他还要大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胡千总，我们大家就是为了欢迎李中堂，所以我们才这么庆祝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的？你不想让我们这么高兴啊？龙翔宇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谁要是敢胡闹，就是丁俊门也不会饶了他。还叫人呢？胡千总，中堂大人就要到了，可别耽误了迎接。知道了。走。庆祝吗？嘿嘿。秀丫头。迎接迎接吧。不是，这他老人家天天前呼后拥的，这用着我过去迎接的？那我是你兄弟，那我得去迎。你我跟你叔说说你现在在这的遭遇，我让你去。不是你收拾他们。这等等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哎哎！哦。眼皮啊，给人李大骗子让个空，人家已看清了中堂大人长啥样，以后回去好吹骗你啊。一堆人也看不清谁是谁。秃子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北洋水师还是我们姓李的天下呢。啊，把我惹急了，我告诉我中堂叔叔给你陈海了，你信不信？中堂叔叔要知道有你这么个人，早就清理门户。你说啥？又嘚瑟去。哎。别闹啊！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专打不长眼，都给我收敛点儿。今天谁要是跳出来找罚，那算是自找啊！我不长眼皮的来了。哎呀，龙头目，叫上你的人马，给我过来。连营队集合！今天晚上李中堂李大人要吃新鲜的活鱼，所以命令你们这些人立刻下海捕鱼。嗯，这是谁的意思？这是李中堂李大人的主管提出来的，你们这些人以前不都是干那个的吗？啊，那下海捞鱼那都是小意思。抓紧时间啊，不能耽误了李中堂李大人的晚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说清楚，我们可干哪个的？牛兔子，你不是海盗世家出身吗？对呀。下海捞鱼，给我看看，显示你本领的时候到了。我的本领是把人捆着喂鱼。
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你说呢？抓紧时间！就你这智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咋的？这啥？吓人！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北洋水师的水兵啊？赶紧的吧，你们都是干那个的吗？反正我不是。你智商高？你干什么？快说！别动！快！谁他妈不补啊？我他妈不补。这么半天了，里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这么安静不太对呀。Mr. Mark， 在这里心神不宁的干什么？啊，我在担心里面大人们心情怎么样了。很好。啊，很好就好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？我们就是为这些掌柜的服务的。你们说好，哼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人要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，哼，这点我狐狸是最清楚了。邓大人，哎呀，我们这里就属邓大人这脾气大，真是难伺候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我狐狸是在。说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呢？啊，心里是不是特别不舒服？你说刚才狐狸市那个王八蛋，一针见血地点清了咱们在北洋水师的地位，他是不是特下不来台啊？他，啊？你就是个没有丝毫同情心的大骗子，你现在就滚！我看不下去，我帮帮我大舅哥。你看，完了，又自作多情了，谁是你大舅哥呀？来，立哥，过来！再有一个，哎，差！来，他怎么跑那儿去了？那边，大哥，你看船上那些官正看咱们呢。嘿，大哥，好像还都是些大官呢。啊！弟兄们，看这么多大官不容易啊！来个海星集体，我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功夫。胡子，你也没个编排行吗？这样，编排啥呀？我们激动了，他们激动了，对不对？激动！得让他们见识着我们的风采，是不是？来，弄两个小白袜子，这都行不？我发现你怎么笑得这么阴险啊？很阴险吗？我倒要看看能耍成个什么样。耍，接着耍。哎呀！狐狸师，俊美，快去那边海滩上看看是些什么人，群魔乱舞，太不像话了。啊！中堂果然生气了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到底为什么呀？啊！中堂刚刚拿望远镜望我水师大营，看到海里有人捕鱼，中堂震怒，要彻查办。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啊？敢在我军营内捕鱼？
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吗？好像是龙翔宇带的那帮新进的练员，这个混小子，给我拿下！俊美，我去办吧。吴律师，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办利索了，我拿你试问。反了！这样仗义，你还能杀我们？走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中堂大人就有点小误会，俊美让你过来随便比划比划，啊？等中堂大人走了就没事了。他俩说什么呢？那不对呀！我要见俊美。哎。这么不屌事儿啊，这件事不用找俊美，我就可以处理了。为了咱北洋水师的荣誉，啊，忍一下吧。又让我和弟兄，就一次，啊。北洋水师练泳队。来集合！听我的话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他妈多要大斧跟他一般见识，走弟们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把那活鱼都拿着啊，中堂大人还等着吃晚餐呢。看你哎！世昌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本来李中堂自己已经为这北洋水师不能进口弹药和器械的事情，一再跟蒙童和他们生气，结果他当众一个劲儿的逼问，让中堂下不了台。哎，这下他舒服了，把气都撒出来了。邓大人就是个孩子脾气，我北洋水师海军章程中的很多规定，他都违反过。那年派他去接收致远舰，他明明知道军舰上不能搭乘普通老百姓，可是在回来的途中，他把那些遇到了一点台风的渔民全都接到了舰上。李鸿章李大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放过去了，可是邓大人不知道收敛，反而屡次发难。俊美，您是不是也给他惩处一下？否则这样下去，他还会惹出更大的麻烦。算了，人无完人嘛，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有点脾气。世昌这个人忠厚耿直，我看就让他保留一些这样的缺点吧。所以说，俊美。虽然您是从陆军调到海军，但是在这里能够受到大家的真心爱戴，其实就是因为您的宽厚和大度。伯谦啊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有的时候听几句表扬的话，可以让人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呀。领军们，胡谦总求见。立誓参见各位大人。军们。您看，中堂大人没有吃饭就走了，那些新鲜的活鱼做的菜都在膳房，要不几位大人品尝一下？活鱼就是那些人
在水师营捕的鱼啊？是，但是做都做了，不用不就浪费了吗？那些个不知轻重的家伙，你把他关在哪儿了？关在营房了。嗯？我也是学的军门您，以德服人，力争来感化他们。军门，您这么一笑，力士还觉得不大适应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军门这笑里有话呀。胡律师，卑职在。你认为本军们是个糊涂人吗？属下觉得不是。胡子呀，以后你千万别动脑子。你一动脑子，大家都得跟着倒霉。骗子呀，你身上就是少哥这种虎胆龙威的气质，要不你活得急急索索的呢？你看，你表叔来了，我不也示威了吗？不也亮屁股了吗？把我咋的了？我是喊家老子回来，这就是身上海盗世家的传统机制，他照样开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叫你们海盗世家的传统气质。嗯，我才发现，秃子，你心可真大。呀，又开会呢？啊？都给我站起来！那我就命令你们都给我躺着。得，来心更大的。软硬都不吃。都竖起耳朵给我听着，我已经替你们向军门说了很多的好话。我可是费尽了口舌呀。啊，最终军门被我的诚意所打动，表示不再追求你们的责任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现在你们可以去吃鱼了，啊，就吃你们自己抓的鱼，赶紧去吧。没听明白啊？可以去吃饭了，吃鱼。哎，你们都不饿吗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鱼都给你们做好了。走走走走，我看谁敢吃给李中堂抓的鱼。反正我不去，饿死我也不去。看看人这气节。刘秃子，谁敢在这儿扰乱军心，那就严惩不贷了。弟兄们，他让咱们吃给李中堂抓的鱼，回头他又说咱们犯上作乱，反复给弟兄们下套啊！给李中堂的鱼，他随便吃的吗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干什么？整死我们算完呗？你们想送我呀？不用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！就是想祸害死兄弟们啊！各位留步啊！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！我去找你们龙头部说去，我们不搞形式那一套啊！龙头目啊，我相信你一定比那些臭海匪要明白。不是，练勇，练勇。明白什么呀？看不出来吗？我真是一片冰心赵玉壶啊！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。胡千总，你刚才念的什么诗？念诗？你敢念反诗？你敢念反抗我大清朝人写的诗？刘翔宇，这可使不得啊！你不能把我往死里整啊！哎，你也知道，那我和我那些弟兄们该怎么办？上次我们是奉了你的命去行事，结果还让你给出卖。
我和我那些弟兄们心里这口气撒不出去。那你说你想怎么办？还没想好。别呀，那军门还会等着我回去禀报呢。等谁？我呀。等你我着什么急？少爷，龙大少爷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都是做下人的，何必自己人为难自己人呢？胡立士，老子是来做北洋水兵的，不是做下人。要干什么你自己去干，我不去。罗翔宇，我告诉你，做水兵就是做下人。咱们整个北洋水师，从人家上面看，都是人家的下人。参见军门。军门，只有心甘情愿做奴才的人，眼睛里边看到的才是有等级的人。我们北洋水师有的，就是士兵和军官。胡立士。卑职在。你下去吧。这。慢着。你回去听候命令，不许吃饭。说吧，啊。说什么呀？以本军们对你的了解，你是无礼都要搅三分呐。这次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又占了这么大的礼，还不提出点要求来？啊？多谢军门。谢什么？谢军门您答应了属下的请求。你这条件还没提呢，怎么知道我就答应了？可是军门，您的话已经到那儿。到哪儿了？就是说，无论如何，您一定会答应属下的请求。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。爬杆是水兵必须的功夫。别废话了，快说吧。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，练勇是不允许登上定远舰进行操练的。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希望可以破灭了。另外提一个吧，军门，您在属下心里一直是一个非常有胆量，而且非常有大智慧的人。我相信军门您一定能想出办法，既可以不违背原则，也可以实现承诺。你为什么非要生拉硬拽的让你那批人当水兵呢？他们只要不当海匪就已经很好了，能当上服役就已经是造化了。军门，属下一直在想，我的父亲在天之灵肯定一直在看着我。其实我想他不仅仅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水兵，他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。父亲曾经告诉过我，这个世界上本身是没有匪的，就是那些做了匪的老百姓，他们缺少了一个希望。所以我想给他们这种希望，让他们以后不再是匪。他们已经不是了。可他们还需要更好的尊严。我觉得你的口气怎么有点像是……军门您，你们不是已经上过定远舰了吗？是上过，啊，但是又被赶下来了。那好吧，明天定远舰装煤需要人手。你带他们上去吧，军门。哎，做生意谈条件可要知进知退，不能好处全让你一人占了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明白了就好。
我还有个事儿不明白呢。哎，你那些人怎么表演欲那么强啊？属下那些弟兄们，主要是看见大人们激动了。我看是缺心眼儿吧。大人也这么认为。什么人带什么兵啊？多谢军门肯定。我肯定什么了？肯定我能带兵。事实证明，只要咱们行得正，坐得对，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丁军门，他是了解我们，也是相信我们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对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带领大家堂堂正正地登上定远舰。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和尊严去赢得机会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！刚给个小甜枣的美臀，两个刚闯荡江湖的嫩呢。青衙役忽悠半天，这不还是干的苦力活吗？不然当苦力吗？秃子，我跟你说，有文化的人办事最狠了。这是不是？啊！哎哎，秃子，别退了，别退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抬一下，抬一下，让抬。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对。龙腾木，这什么煤啊？这风一吹就刮走一层，这样到了海上，海风那么厉害，还不都吹没了呀？这哪是煤啊，这就是煤沫子。胡天总，轻一点，别弄得暴土扬长。胡天总啊，仔细一点。胡天总，我有事要找你。哎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啊、不行，就在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。什么事啊？你说说这些煤，啊，它符合咱们定远舰的要求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这归你操心吗？什么就不归我操心了？这些煤烧了之后，能让咱定远舰跑得快吗？小雨呀、啊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啊，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。你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大惊小怪。我们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怎么了？定远舰不照样在行驶吗？我发现你呀、啊。就是是非的，是不是？没活明白。你以为就你长的眼睛，我们大家都看不到？大家为什么不说呀？因为没必要说，说了还得罪人，而且说了也没用。好，那你说了没用，那你可以禀报军门啊。军门是聋子呀，还是瞎子呀？项羽呀，你太文青了，你，哎呀，你呀。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千万别跟丁军门说。我是相信你人实在，不会出卖我，我才跟你说这么多。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，也别给大家找麻烦。我们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，你千万别给战门给挑破了。到时候死的是你，倒霉的是大家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没好没坏，能让船跑起来不就完了吗？你管他劲儿大不大的，你。记住你义父跟你说的话，别老自己喜欢自己，自己感动自己，这样会毁了大家的。啊，咱俩哪说哪了，干活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嘞，都是灰，使点劲儿，快点。哎，人贩的还是猪食啊？吃吧，吃饭好干活儿。
二等生火头目，我能谈点看法吗？说。你以后能不能不当着我们大家伙面慷慨激昂、激情的演说？演说完之后，我们就是这个结果，满脸煤渣子吃饭，就坑死这样。我能多两句吗？说。我觉得哈，上定远舰这个事儿，如果真的特别难，可以不用上。哎，就算了。你看看这兄弟们。这一个个的，这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上去也没什么意思呀。你看，跟驴皮影似的。这有意思还是有的，看对谁。你看咱们那样，人家水兵看咱们就像抽了，咱跟黑水淡淡的。所以说，你说装显没会，你就说是装显没会，没问题。你别这忽悠着，哈，给大家心气全挑起来了，最后真的特别无聊这样。就无聊了。本头目就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。你看看这些煤，大哥，煤灰，对，煤粉，煤沫子。嗯，你们真这么认为？哎呀，这个煤灰和煤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自己看。我说实话啊，我们家门口烤烧饼的煤都比这个强，真的。你说堂堂的北洋水师，拿这种煤糊弄人，我看以后你们怎么打仗？要不这样得了，我开我那小木船打去吧。我那船上煤比这都强啊！可不是呗。不行，我要立刻报告军委，不能让他们这么胡作非为。哎，又激动了，是不是？干嘛呀？都不说你闯什么能啊？不，有句话叫什么？难得糊涂。哎，我来说啊。祥云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啊，有一种行为特别愚蠢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流血流汗给人添乱。哎，没这个事儿，肯定是大事。你想啊，这么长时间了都没人敢说，那肯定不简单呐，对不对？这次你还真得听我哥俩的，这毕竟咱情分在里。情分，江湖是险恶的。你从书上学到的祖上留下来那点道理，在这行不通，懂不懂？你看，你小时候受的教育吧，都是一心一意做事。现在这是流行的是三心二意做事，才知晓，你得转转方向。啊，赶紧吃饭。啊，去！后边，谁让你们在这吃饭的啊？看你看，小心别弄脏了我的煤。等什么呢？看你怎么了？怕谁呀？怎么这么嚣张？哟，告诉你，什么牛鬼蛇神，老子见断了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哪来的鸟啊？啊，怎么乱扑腾啊？看什么看呀？别看！哎，走！你放开！再敢在小爷面前指手画脚，我掰断了你的飞爪子！你个小头目，居然敢跟我作对！你给我等着瞧！你是老谁吗？走！我说的我吓死你！小心我要了你的命！带走！他是谁呀？啊！吃了水兵豹子胆啊！别生气！你们呀！欺骗自己的身子！都是大清元老的后代，是不是？有话好好说啊！我这是龙登月的后代。哎呀，刚才我话没说完。他是丁军门的义子。啊？什么的吧？哎，可以啊。秃子，我觉得他可以。没想到啊，你龙大少爷居然还会骂我们市井小人的语言。你还别说，这市井语言真特别有劲儿。哎，这在这个基础上还得进步。那你是没听过我们海盗世家的骂人用语，那是暴风骤雨、水银泻地，一发不可收。我跟你们学学。行，我领教过了，我算了，谢谢。骂死你！哎，说客来了。哎，咋笑成这样了呢？啥喜事儿？龙头目，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。